哎，明星明星，你是空姐吗？对呀、啊，都干了七八年了。人家的网上空姐都长得特别漂亮，而且特别有气质，你这也太……哎呀，我是今天上班迟到了，没来得及化妆收拾呢。我稍微化个妆收拾一下，就是你看到那种网上特别有气质又特别漂亮的空姐。离开美颜，离开滤镜，有几个是天生丽质的？长相不够，化妆来凑。今天就让你们来看看，怎么能只靠化妆也能变得好看。先来给皮肤做个简单的补水，再来用上我的美颜神器，看这个流动性。这是一款不用定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用一个这样捏过水的粉扑，给它均匀的拍打开，来看一下粉扑走过的地方像不像开了磨皮一样。用它之前呀，只需要去用水乳就可以了，不用隔离，不用防晒了，它都是自带的。用它之后呢，也不需要定妆粉，也不需要定妆喷雾了，你给它2到3分钟的时间呀，它就可以做到自动定妆了。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是自然色。如果谁见你都说你白，或者说你喜欢很白的妆感呢，你去拍象牙色的。2-3分钟之后呀，它就自动定妆了。自动定妆之后呢，是万物不沾万物不掉的，不用定妆粉也不会沾你的黑色衣服，防水防汗效果也特别好。夏天咱们爱出汗爱脱妆姐妹，你就更得去用它了。出油出汗呢，你就像我这样拿个纸巾给它垂直的按压掉。来看一下纸巾上是不是只有水，没有任何一点粉底，并且你的底妆丝毫没有破坏。你的粉底画完之后是不是都不敢照不敢碰？看一下它真的超级拔脸，脸都刮红了啊！拍一下给你们送体验妆，所以说放心去拍。咱们这款粉底啊是主打持妆，可以让你一天不脱妆的，自动定妆，不需要用定妆粉，不需要定妆喷雾的。但遮瑕效果呢只有7-8成这个样子。如果说咱们是瑕疵非常重的姐妹啊，你就单独搭配一个遮瑕的产品去用。如果说咱日常的瑕疵呢，都能给你遮个七七八八的。来把我这个大泪沟也给遮一下。单独遮瑕的地方需要给它单独定一下妆，因为咱们粉底是自动定妆的，但遮瑕不是。现在我把彩妆画一下，眼妆画好了，再来简单的画个眉毛，把之前纹的这给它修掉，留下高鼻梁，小V脸要修一下，口红涂一下。别看这小沙子便宜啊，它涂在口红上超好看，超有氛围感。来点腮红，提升一下气色，弄下头发。好了，这是我完全化完妆的样子，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不像一个好看的空姐了？其实像不像空姐啊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女人出门啊一定记得好好的收拾打扮一下自己，哪怕是你只涂个粉底，画个眉毛，画个口红，都会很好看，很有气色。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它可以省去你的瓶瓶罐罐，重点是它真的可以一天不脱妆，非常的拔脸。一定按照视频里我教你的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完完全全不会踩雷。我现在刻意来到阳台室外一个光线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妆感啊。现在呢这样是一个正常的社交距离，给你们看一下近距离的，没开任何一点点美颜滤镜磨皮的哈，看一下脸上的毛孔呀、小痘痘、痘印你都能看到的。现实中我相信没有人趴你脸这么近去看，对不对？都亲上去的距离了，真的非常的好用，一定要去试一下，超级的拔脸持妆。现在这样是开了美颜滤镜的样子啊，给你们化妆的全程过程都是无美颜无滤镜给大家测试的。